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湖内的文化节，这里今天这里有活动，来，比较内湖文化节，今天会有超棒的活动，很多人都穿汉服，比较传统的衣服服装过来这边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活动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民国百岁，计华夏。做西塔汉族文化中。那个音控是不是转音？OK。对，二一。这个姿势非常悠闲，真的是穿越来了。好，记得将摸彩箱放到东方路赞助商集中的把山饰品。家所创作与古琴的曲目没有传承的关系。老师，你教多少年了？我教多少年了？我教还蛮久，中社区。五年还是十年？五年而已啦，没有。哇，五年好久。你请问你这个玉佩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，它的形式是春秋的那个绿，那个锐块。你是玉吗？对，它是一种玉，它是用玉去做的。你来，那一样先面对我。那这我们一般那张牌，那等一下龙宝会在。还没。好，那你看一下五口的部分，我们就对着唱。可以射箭吗？需跟工作人员在发卡。请问你发的卡是怎么用的？我们下午才会开放摸彩券哦，这是摸彩券，闯关礼乐社区住宿全部闯关才能摸彩哦。好，谢谢你，等大家。你的扇子跟你的闯关卡很有够像的。这个是我们活动的扇。哦，那背面呢？那哇，整一套的。羡慕，有需要的话请到我们服务台，好，原价500，现在只要450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我拍一下裙子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稍微转圈一下。哇，好，可以，谢谢。不用啊，你随意啦，坐着也可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瑶旗，那个有一个，所以是军装啊。对，有一个古话叫出其入必之，明朝的男人都会把这挂在腰间。啊，好帅啊。我很少看到男装穿这样的，一般都穿圆领袍啊，衣裳。好，衣裳。这个是古代是什么阶级才可以穿到这个？就是一般的军服。一般军人穿这么好？就。可是我刚刚看到一个穿布的，还有一个穿。哦，就是比较轻甲，比较重甲。比较轻甲。嗯。那这个是真的吗？哦，这个不是真的，真的我放在家里。好，还有真的，因为我怕被零件啊。这个是塑胶的，嗯，那这个塑胶买到也不容易呢。哦，对啊，这是专门做的。
哇、哦，还专门做的，酷嘞！好，谢谢。长发会风一直飘，一直打，只要我一直出门，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陈永华，陈永华就是郑成功的军师，然后他就是想说要把教育带进台湾、嗯，所以就开启了整个台湾有关于汉人正统的教育，首创了台南孔庙，所以我们汉服出行就办在那边。非常的有意义，非常好。这是我们墨书皇章的最主要的本专，主要大的活动是汉服体验营，然后针对一般的民众来做这样的一个体验。我还有特别看一些史料文献，嗯，然后去办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最有仪式感的香道，嗯，对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哎、欸，坐火车来，然后再坐车。你会适应的，是怕因为穿这一件。很可爱，就是三坑。你们家的叫什么？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哦，好的。看到吗？里面闯关木。拆这个皮带，等一下吧，支持一下。这是因为这里很大一点。想想。之后我的母校在这边，我想说，因为我是你高雄人，对。打小我打东方的记性，打小就先在那边打工，要打吗？然后我们校友自己的手感，所以我们都是被设置。要请你们自己找出来咯，来，是吗 ？OK， 请开始。来，请你不能。全部都是我唱的、啊，太会唱，太厉害，这个要这么大力，因为他已经有点磨损。哎，顺便我射完了呢，好，走，我免单 ，OK， 谢谢。现在在树下吃午餐。有人拿错饮料了。哦，没有，就跟这个一样。还有这里还有。朋友帮忙捡的，只如需要。怎么办？还够来？每天都乱点。为什么还有多？我需要一体补给。朋友点的单单汉堡很难点哦。啊，嗯，你
50块。因为后来的人点的话就没有点不到。50块。他朋友很早就点了，所以点不到。赶快拍一下！哎呦，漂亮！大哥，有没有什么 idea？ 对啊，他们都是。今年的湖内文化节，还有宁静玩祭祀，蛮多名字的。现在已经下午3点多，我们差不多要离开了，因为我们要回去，回家要在路上怕塞车，先走一段。今年的关卡真的难度升级了，我闯关了，大概30分钟都没有闯关完。蛮消耗时间的，先回去了就没办法抽奖了。对，所以整体来说蛮好玩的啦，欢迎大家下次有空的话可以来参加一下高雄的宁静王寺祭祀。拜拜。好，这种包蛋嘞。